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防止哈族拆家的好办法，用一块肉诱惑他，让他脱船。我完全不用桨，全靠哈士奇啊！我连桨都没有带，只需要一只哈士奇。加油加油，你马上就吃到了，这才是哈士奇的正确打开方式。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进隔离。天南地北不放弃，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。我本来以为让肉靠近一点它，它会更有动力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下一秒它就咬到了。你们看，我钓到了一只哈士奇，我居然不死了！凭一狗之力拉这么大一个船，我连桨都没有带。等会儿还要给你的，等会儿给你的，再游一圈，再游一圈，要不然你回去拆家，快点！还能少了你的吗？哎，你已经尝过什么味了？货真价实的肉啊！去吧！哎呀，哟，它还真会呆呀！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，消耗了你的体力，还有美美的肉吃。